在我的后面、前面、旁边都是很可爱的小车车。老板，这边是什么地方呢？是 baby 嘟嘟房，然后我们专门在做租小朋友车车的。哦，这个很久了吗？这个大概有五年了。我想给大家知道啊，票怎么买？车子都可以付现金。哦、那我们的话，如果要加入会员的话，我们是一张250。他们一次买的话，就是帮你折扣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一次原价是350啦，然后一次折1000元。他们因为买10张变成2500块10张。那如果是外国的旅客，可以直接来，然后我们就直接付现金就好了。我们会 stay 一个 ID or passport， 我啊，for tourist right， 一定要有那个 ID。对，我们先压着，然后车子回来之后就遥控器有给我们，然后再回来付钱。Hello, Filipina. Thank you. 好，我们要啊 video 一下这边的地方，真的很漂亮哦。如果你们是 tourist， 或你们住这里，真的是很方便。你们就来云山水印站就可以玩这个很可爱、好棒的东西。像这样，你就是不要忘记带你的 ID 就可以了。谢谢，拜。